阿罗拉城，我来了。成功了，准确。我们要做的，当当，那里就是心率，只要消耗魔力就能召唤魔女牌加入战斗。现在就试试看吧。一枚攀塔，本大人浑身上下充满了魔力，干掉那些头顶有标记的敌人就能获得攀塔了。在心灵迷宫里，我们可以操纵时间流速，让本大人来稍微加个速。小心，前面有敌人，让本大人侦查一下。这家伙只能攻击正前方，我们绕到侧翼，对准他，改变视野，规划路线，寻找最优解。嘿嘿，这就是魔女的战斗方式。必须拯救其，在恶魔彻底占据他的内心之前。行。小恶魔，献上灵魂。嘿，阿福加，行，坚持住，这就救你出来。不远，再往右走一段路就到了。我是不知这位慷慨的房东能容忍我欠多久房租呢？终于到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我去找找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先上楼看看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半次，好久没做，不如现在就做一杯咖啡试试吧。好吧，下次不会了，我保证。咖啡做好，完美。看来我的手艺，只要尝。好的，一杯美式咖啡，请稍等。我先回去了，还得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再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关门了。
别管那么多了，阿夫加朵，快使用魔女视觉。刚搬过来第一天，麻烦事就这么多。我还想追上去。那我们走进去点单吧。欢迎光临 Waitress。 首先这不是红色，如果你是小三杯冰霜星星，稍等哦。谢谢，欢迎光临 Witcher。 我长得有这么吓人吗？又把他吓跑了。这不好的，一杯拿铁，稍等哦。好人，有小姑娘向我求助，我哪能坐视不管呢？散步，那一堆咖啡杯可不会自己把自己洗干净。总之家，这种时候想起来喊搭档了。我回来。啊，抱歉，客人。三，抱歉，这不，你我哎，好的，一杯摩卡，稍等。
事成之后，另有奖励。就是要多加小心。欢迎光临 Waitree， 用咖啡。好吧，一杯烈焰冲击，稍等啊。只要一点小小，我不确定。我慢走。奇怪的女高中生，我希望塞拉的任务别太棘手。我是塞拉，好了，算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该睡。同学你好，好吧，谢谢你的时间。没什么，没事了。
谢了。我想我爸。没什么没什么，多谢你的回答。开启模拟视觉，让我们把这里搜个底朝天。桌面，嗯，但愿不要碰到什么自毁咒之类的。这个厨好耶，又可以打架记忆碎，想要查明真相，就必须收集其他的记忆碎片。你，好的，谢谢。魔女视觉吧，我的好。想要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，恐怕只能进入内心世界一探究竟了。
二个。严格来说他们没死。算了，启动模拟视觉吧。原来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这就是突破封印，进入情的心灵迷宫，恶魔就藏在那里。还是说好。刚才你摸，哪怕与恶魔做交易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行，坚持住，这就救你出来。不对，看那边，恶魔不断被击退，舒芙琴的封印也在松动，小心恶魔又要发动攻击了。
flag， 只要出啊！这年头的高中生也……恶魔正在制造更加强大的幻象大军。收获，想不到恶魔藏了这种好东西。